哦，现在要体验的是 Mind Focus， 那是这几天的一个第一个体验会。那我们就因为小帅哥来帮我们。后退一点，好，退一点。他
差不多这个位置。OK。人可以整个都。身体不用动，头动就好了。OK。球等下会出。哎，还没进。你要把你的脸的角度对准你要打的目标的分数，它就会直接弹过去，不用刻意去顶它。对，我知道。